每天五分钟，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。音乐说书人，让音乐的信息带给你我灵魂深度的呼吸。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音乐说书人，也是你的好朋友慧年。主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而主耶稣也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主耶稣说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我们之所以能够发光，是因着我们从主那里得着生命的光。和你分享这首异象工厂喜恩所唱的《如明光照耀》。我要每日活出你荣耀之意，不断努力保守自己，来荣耀你神明。愿我一生成为你爱的双手，拥抱每个需要关怀、渴望你爱的人。我如明光照耀，好像天上的星星，在这黑暗的时代散发出主同在的荣光。我如明光照耀，让主明宣扬，向世人彰显救主的荣美，再次述说你良善作为。我愿用我的生命，在我一生中传扬你爱的光。是的，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生命的光，好叫我们在这黑暗的世代当中为主发光。我至今所付出每一个代价，都已塑造我的生命，承受在你面前，恳求主